由刘德华、刘烨、吴若甫、王千源所主演的电影《解救吴先生》呢，就要在9月30号国庆档上映了。那日前呢，片方在上海举行了超前点映，观众们观后赞声一片，直呼男神呢实在是太养眼了，而电影也绝对让人长知识。打也打过了，钱也打过了，救命！救命啊！你这样子会死。惊心动魄的剧情，扣人心弦的表演，电影《解救吴先生》根据2004年演员吴若甫真实绑架事件改编，讲述了一场为解救吴先生，警察、绑匪、人质三方人马错综复杂、斗智斗勇的故事。继《失孤》中的落魄父亲形象之后，刘德华在《解救吴先生》中再度颠覆自我，尽管90%的时间被禁锢于同一位置，但却在一平米内将人质的恐惧悲苦、冷静求生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因为华仔本来就是偶像嘛，男神，然后就更加确信他的演技真的是超级棒。我蛮喜欢刘德华的呀，刘德华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偶像嘛。大反派王千源的演技同样可圈可点。不是见我妈说什么，说我要死了。王千源用扎实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绑匪，看的人为之战栗。你觉得10分的话打到12分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如果可以的话比12分更高也可以打。新娱乐在线，上海采访不到。